呢度九龙公园尖沙咀，成个九龙公园根本就原本是一个威菲老军营嚟嘅，系1970年改建成为呢个九龙公园。呢个亦都系睇呢个英军历史最轻容易，亦都喺市区入边好容易揾到嘅一个炮台啦。上呢个嘅百鸟园，好无聊咁走嚟呢个嘅百鸟园度睇雀仔，循例喺度兜个圈啦。喂雀未？好难睇啊！呢啲鹦鹉嚟嘅，系咩鹦鹉咧？青绿。鼎哥、蓝黄、蜜雀、鹦鹉、鹦鹉，全部鹦鹉。系咯，无聊地兜个圈先啦。有啲咩雀咧？其实九龙公园你唔好净系睇呢啲百鸟园嗰啲，其实嗰几座嘢，卫生教育展览中心啦，同埋个文物探知馆，其实都系军营嚟嘅，不过唔影啦。你自己經過睇下啦，百鳥園6:30至6:09就應該開到，要睇個炮頭啦。百鳥園嘅左手邊一座。先上去呢个嘅瞭望台睇下，佢应该将一个山丘改建成为一个瞭望台嘅啫，唔系军事用嘅。瞭望台啊，你想瞭望台夹下嘢先？以前向海。完全轟炸下個炮台啦！好嘢睇啊！呢度其實嗱，下低百鳥園，原本呢个噶应该系军营，但系改咗变咗做厕所啦。个炮台下低嗰啲反夹啦。嗰啲彈藥、彈藥庫、雞拍彈嘅位早期支炮咧就應該係有7寸嘅，後期因為九龍公園起嗰陣時換支細嘢喺度裝飾。九龍西二炮台，封咗噶啦個炮口，你見到？
個炮台咧就應該有碌，咁就可能要用呢啲嘢嚟掹實佢啦。然後成個炮台都係斜斜地嘅。以前呢度就望海皮，而家就填咗海，向嗰边海，嗰边就而家变咗中港码头。OK， 好啦。看完那一支炮台，它total有兩支。這個其實任何人都可以來的地方，又容易來又可以參考這個古蹟。等一會第二次了，不错。Total 有三支，都是向住那边的。咦，这个炮口没风啊，封了，不过封得入了一点点。这个第二支。都是向住中港碼頭。放低個彈藥庫啦，兵營變公廁，兵營變公廁，好啦。呢座嘢梗係後期㗎啦，梗係唔係而家㗎啦。你見到嘅設計，好啦，揾埋第三支炮台。Total 的三支，你看到这个左向都是向海的，这支就不同了， 高深很多，是有个台底再升高之后。好，第三支炮台，黄思伟，封咗噶啦，呢啲系。都封晒，唔系封晒。封咗個炮口噶啦，三支炮口，誒有隻雀喎。好啦，我哋又嚟到呢一个瞭望台。定位仪，望海啦。看完这个观测台之后，跟住就完结的了。大家有没有发觉，就算在九龙公园的网站又或者简介上高，是没有提过这个西九二炮台呢？
大家谂下点解啦。好啦，还原呢个西九二炮台楼，无聊啊。好啦，喺个力奇公园行翻出嚟，就大家都好熟悉嘅九龙公园游泳池啦。好嘅，天气好正。好啦，完结，拜拜。